友。对，那你朋友啊有眼光啊，这确实是一件官窑，是雍正的洗口玄文长镜瓶。这个形制的瓶子呢，在雍正的单色釉当中啊比较多，这件呢可以称作霁蓝釉，也可以叫宝石蓝釉。宝石蓝釉，这种宝石蓝是仿明代宣德的意思啊，所以它的釉子特别的明亮，特别的光润，再加上两条玄纹啊，增加了它的美感，器型漂亮啊，胎釉精良，确实是很难得的，这在国外的拍卖上很多人都喜欢的，是啊，应该属于高档的高收藏品。